我们那个身份证很快的就会达到30,000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速度呢越来啊越快，啊，所以啊，这点，咱所谓同心都会感到很安慰，但是很安慰的同时，咱每一个人的内心爱家己去问看卖啊，你的贡献有多少？伫我昨有讲迄句话，甘乃迪总统伊讲诶，你不要问国家可以替你做什么，你应该问你自己可以替国家做什么。今天你个人可以替台湾民政府做什么？你找几份的身份证来申请，让那个人能够得到本土台湾人的证明。你找几位？你只有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个吗？还是你有找过很多人？你有找真多身份证让那些当你的朋友变成正刚刚的本土台湾人，你找几个？这就是你可以检验你自己最好的一个时刻。那你要当一个官员，你不可能单身赴任，就是刚才你一个人去，你不可能做这款的代志。因为你若家己一个人去，我会当跟你讲，唔免偌久，你就会阵亡。我这个阵亡，唔是讲你死去，但是要跟你讲，就是讲免偌久，你会用害死去啊。因此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思考。我们职位都挑好了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的是什么？开始充实你的专业知识。专业知识怎么充实？挑清楚哈。每一位从今天离开这里以后，回到各州，不管你是中央的人员，或者是地方州的人员，甚至于是郡的人员，你都要在中央报到。中央报到以后，按照你的职位去参加那个职位的部分的 LINE group。 什么叫 LINE group？ 在你的智慧型手机，没有智慧型手机的请举手。有这么多啊，我跟各位说，没有智慧型手机的，我劝你这个礼拜之内，智慧型手机是免费的，你去给用那个包号码，还是说叫做什么绑约，去绑约，你都不用开机。你要去绑约，拿一部智慧型手机，拿了智慧型手机以后，明天就是礼拜天啊，今天礼拜天，下个礼拜天你可以到你们州办公室，晚上7点到9点钟，州办公室一定会有人员主动的教你怎么样使用 LINE。 你别学这个 LINE， 你的头脑若真好，15分钟你就会晓；你若头脑较歹，差不多30分钟啊。我相信大部分拢15分钟也好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点都不难。你若无加入 LINE， 听清楚啊，视同没有报到。你即马可不可以立议员？你是中央的参众议院的议员，你要加入那个 LINE， 是在每一个州里面的议员的这个 LINE 的 group。而且这些议员的 group 里面，我们中央会挑选3到5个比较年轻、使用 LINE 很厉害的人来当做团长。这个跟参众议长或者参众议会的议长的职权没有关系。团长主要的任务就是当接到中央的命令，接到中央的指令，能够用最快的速度以 LINE 向每一个人传达，这个是重点啊。真可惜，咱现在德高望重的议长有时候动作较慢啦，啊，传给他可能要经过半天才跟你说收到。我不会这样，但咱现在少年的那些 group 都很厉害哦。我给他晚上是试验，晚上2点钟给他传递。我有发现每一个，几乎每一个在10分钟之内全部报到，
收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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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到。哇，那种的心情多欢喜呢，表示说我们在中央传达给你一个任命任务啊，立刻通通都会接受得到。所以这些团长跟你的议长的职务是不一样，所以议长做议长的不用烦恼，不说团长给你取代了，这你不用烦恼。但是这团长都很年轻的，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很热心的工作人员。我怎么跟团长，我会在 LINE 的 group 里面看他的活动量，看他的智慧，看他的反应很好的，我会主动跟他讲我们聘请你当对一个 group 的团长。那不是只有一个 group， 这样就台湾人很好。有的一个某，我不要说对一周啦，某一个州呢选了两个团长，第三个团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团长竟然跟这个第三个说，我们两个才是团长，要听我们的命令。不这样啦，三个团长就是三个啦，就是说所有事情传达以后能够立刻传播让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一种就是非常好的团长。五个不同的这个 LINE 的 group， 就是第一个议员，我们现在是议员的，请你举手，议员，好，手放下来。你们回去马上要加入各州的议员的 LINE 的 group， 喊你一礼拜加入。你也不要啦，下个礼拜天去各州办公室去学，很快三十分钟里面你就会。团长才开设笔记本，其他的麦开啊，我就给搞哎，啊都那个有看，我看那个对话哦，看个拍笑个巴肚会疼死。人讲伊是咱就伫用啊吼，伊讲吼，啊你如果没有咱的话，请假就好了。啊将伊的电话号码甲拍你来滴，你听有意思无？你拍电话号码底下是啥物人要卡好你啦？你伫 LINE 内底把你的名字写上去请假按就好啊。我没有管你的请假理由，所有的理由通通都被接受。今天头发痛，明天皮鞋痛，我都接受。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跟我们团队联络，因为你现在是成员之一。安听有无？所以他都要亚洲这议员，不管你是中央的，你是地方的，州跟郡的，你一定要回去以后跟州里面，你不能说我是中央的呢。中央是怎样？中央也是议员啊。你在州里面叫地主名字，中央就没有你的名字了。你千万不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是中央，中央是怎样？我也中央呢，不可以。所以议员就没有分中央州还是郡啊。你这么很大的一个毛病，彼此之间完全不认识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要求每一个 group 每一个月要办一次的聚餐。聚餐不是叫你办桌，聚餐就是晚上七点还是六点半，请每一个人准备一项菜拿来办公室放的，大家公家吃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小声可以吗？你菜好坏没关系，但是要好吃啊。这是说要让大家人彼此之间认识。过来，内阁的人请举手，中央内阁、州内阁、郡内阁，好，手放下。内阁的人一样，回去以后要找各州的 LINE group 报道。你没有加入 LINE， 等于没有报道啊，你有空有其名不好。到时候派你去接任的时候，你说我是议员啊，我是这个什么什么厅长啊，啊名单就没你啊。 LINE 厅长啊，没你就没你啊。啊，你有资格？没有，你有资格。啊，但现在你要排队。
各位头前开始排起，唔知要排偌久。即马要搞起台湾民政府的，真的是非常的多。从海外，咱家内底，干咱家都好，咱家海外都要几十个。很多已经知道，较巧诶，就知道说台湾民政府应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会接掌政权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开始好好练习。咱家己准备，你干嘛讲你可以接掌政权的，请举手。你买来一头，你真的吼，我感觉你吼，我唔知要甲恁讲，要怎甲恁形容呢？所以点来，我咧甲问讲哦，秘书长什么时候接掌政权？我说我要问你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捌几个议员？你捌几个恁家己的迄个内阁？有超过二十个无？有没有二十个？有会举手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是无甲恁真正问的，因为问的闹过较济啊。我甲你讲实在啊，真济人，你捌的人不到二十个，你要执政，你凭什么执政？你凭什么？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啊，过来呢？咱这帮阿比执政，我们的内部内斗的一塌糊涂。我感觉很奇怪。那用争风出刺吃醋啊，这句话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查某啊，查甫去讲。但是呢，很奇怪，二十万的迄个职位，四千四百的要来占这二十万的职位，绰绰有余啊！你这不争什么物件？啊，佫很奇怪。我若叫迄个 line group， 我讲就诶，这个滚秀讲啊，我要当团长。你有什么？你有能力当团长，我会让你当。你的反应快够不够快？咱有个人嘛，赶快。台中州就好啦，我是代理州长。每一摆若拍简讯，搁互遐四个州长，每一摆拢固定一个人伫甲我回尔。其他三个拢点点呢，很安静呢，最高品质啊。啊，你是变啊做副州长？我现在怀疑，我礼拜三要问，也许根本副州长根本就不会来。啊，你是变啊做？空有其名是要创啥？好，你做秘书长好啦，无效嘛，干唔是？你本身要充实自己，先把你的手机 LINE 的工作把它学好。这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有 LINE 以后，我们很多的政令，我们会在 LINE 上面，把都各位在 LINE 上面说明。同时，我们有这个 LINE 以后，你阻断你金亨，你不来办公室，不要紧。除非甲级动员，当你看到甲级动员的时候，就不可以请假。啊，你讲系啦，啊，我明仔要出国，啊，明仔甲级动员边啦。当然可以请假，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，你就请假；你没有特殊的理由，你就要到场。甲级动员，我们不会随便发甲级动员，但是甲级动员的时候，就全部都要到场，因为可能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信息，要向咱讲一讲。讲伊，我阁讲一摆，拜托大家人气质好较好咧，安尼好唔？唔通干那好尔，恁以后伫回答问题，拢爱经过恁的脑筋。可比讲，有个人即摆甲你骗，日本皇室的宫内厅要到台湾设办公室，发给本土台湾人护照。哦，欢喜噶，较紧去申请。戆推耶！宫内厅的职责是什么？我特别为这个代志，在我们的网络上。加一个日本皇室的宫内厅的事务，到底做啥？怎么去发护照呢？啊，推嘛推较少的，啊，拢是读过法律的呢。一尴尬，就是有迄个要将咱台湾民政府速度加给我慢起的人，用一挂奇奇怪怪的理由，啊，你就相信？坦白讲，非常不好了。在这种时机。在这么短的时刻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爱给你教，爱给你学，
所以你要好好的很当心的把所有的事情学好。你现在经好啊，你现在还没经到职位，请你 举手，还没有选到职位的、啊、你怎么不去经来马上去挑，会不会挑？会不会？那不要讲不要不要紧。哎、啊，你会晓无？会不会？你即马即部经啥？哈？众议员的众议员，参议员的参议员，袂当讲众参议员。你要经对一个？啊，是哪一个？啊，你经对一个嘞？拜托诶，你看，啊。刚好一项尔啦，无迄个奖参议员啦，哈？什么给我算？哇，我还嗨！好好，等下等下，我等下，我叫人，等下叫人给你帮忙。啊，你嘞？你选了吗？啊，会出讲，好，我给你保留，可以保留，很好，有勇气，我要保留，给他拍手，按就对了嘛。啊，還有什麼啊，你咧？哈？都還沒有變更，啊，你是去，現在去變更啊？啊，不，你是電腦電源自己變更就好。可以啊，我知道你今天開放要讓你們變更啊，你趕去變更，現在隨去，現在隨去。啊，還有阿伯。啊，你，啊，那不能變。那写那个变更的申请单啊，过来，要过什么呀？外务省。你登记算好了，好不好？登记算了。外务省哈，今嘛咱无外交部啊啦，哈、哦，哎，台湾已经没有外交。啊，过来，要过有人阿伯吧？我讲，我今嘛甲你问哦，我拢甲你问哦，啊，你无举手是你家己负责哦。要过有无？拢有哦，啊来，啊你安那？那举手的怎么样？请起立。怎么样？到前面来啦。你什么问题？啊，你赶快去选好吗？哎，去点选。来，再问一摆。啊，未算的，你即马去算哈。啊，未算的，你即马去算哈。你卖多，你坐，我先跟你讲。到时候没有你没有职位，是你家己的负责任。啊，未算的，即马赶去算。保留，学生用保留的，对，先用保留的，不要选，用保留的。来，过来，继续听我讲。哎，我要讲这重要的代志，啊，你歪听哟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啊，你讲，啊，你头前讲，啊，人后边变哇，点点啦。我头前讲内阁，甲讲议员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单位拢有固定的礼拜几、礼拜几、礼拜几。第三种。第三种就是啥？就是黑熊军团。黑熊军团，如果你没有接受黑熊军团的特训，你不能参加。你就是参加了，电脑会把你剔除。我定义不好，所以黑熊，你唔通讲要跟黑熊。啊，你讲后摆啊，我来将来受训黑熊，未使咧。你现在先不要选黑熊。等到九月底，我们有黑熊特训，我们发一个简讯，让咱大家
那天你想我要转来黑熊可以啊，特训有三天要操兵啦、啊。哦，那三天是不离艰苦，我先跟你讲哈、啊。哦，我给他提出，先提出警告，那个三天是非常严格。啊，我是劝你讲吼、哦，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，卖参加黑啦，好少年去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其他可以，啊，你就跟那个议员啦、啊，跟那个内阁啦、啊，应真好啊，卖我北京。啊，啊，过来第四种，第四种是啥？就是青年军。四十岁以下，没有任何理由，通通要参加青年军。青年军一样要到各州，除了你当议员、当内阁可以，你当青年军。所以青年军可以挑选两种，一种是内阁还是议员，啊，另外一种叫做青年军。什么叫青年军？四十岁以下，我们希望把四十岁以下。当作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第二代接班人，年纪较大拢无爱拍破呢吼。你若感觉讲吼唔甘愿哦，无就叫恁囝来上嘛，无要紧啊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四十岁以下才可以参加青年军，因为青年军我们会特别安排。给他们训练，因为这些少年啊吼，跟咱无同款啊，咱拢已经我是六十岁、六十通岁啊，咱这六十岁以上的吼，他较无念较定啦。我就感觉讲我头壳伤定，有真侪新观念没有办法在我这里，所以我感觉这些少年啊很有冲力。咱即马伫各州伫办参会啊，我拢办给少年啊办，办得有声有色。这边的宜兰州。少年那里办有声有色，台中州的办有声有色，非常好。他们会想到很多的啊点子，哦，好比讲，咱就迄个去食饭嘛吼，啊，一人出一行菜嘛，啊，下个礼拜二，台北州请举手，台北州的，下礼拜二你们台北州的要办餐会，通通要去。州办公室每一个人要准备一道菜，啊，吃完别人的菜以后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啦吼。啊，你讲食饭爱安怎？睡多些啊，过来咧，较实际，较实际。哎，想无嘛爱艺术艺术者，我也会去，我嘛赶快来艺术艺术，安尼好冇？但是我讲哦，你想参加一摆尔，我是参加几啊摆呢？你若办餐会，我都爱去呢。啊，那办修这摆，我就好好要考虑了呢。哈，所以你唔通叫是讲吼，啊，干那你伫上中，我是比你加几啊十倍上中啦。啊，你知影唔知？啊，那国州，我甲国州讲，恁议员归议员班，内阁归内阁班，啊，这个州长、郡守。含迄个副州长，这个 team 嘛是会当办。拢总这些人分成五大的 group， 每一个人都要加入 line 的 group。我再讲一遍，你没有加入，在这个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之内，我们就认同你没有去报到。啊，有清楚无？有听到的拢举手。我看看啊，你敢死搞，拢莫讲你无听来，这最好把它全部拍下来，啊，手放下来，你拢有听到，你拢爱遵守。过来，我再讲一摆，9月15号的下午，我们要跟美国人小房间式的啊交谈。你认为你有能力？在英文方面有能力的，啊，想要参加这个，啊，是讲迄个少年的9月16号，在9月15号到16号两个，你想参加个别的那一种交谈的，请你站起来，啊，张武站起来，张武站起来就好啊，啊，今日要够不？我再问一次，有没有？拢无哈，啊，我张武一个面给你问，啊，后边有人要。站起来，你要参加吗？你英文很好吗？好，英文很好，有自信，
按点头，遐登记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遐那边登记。过来，听我讲，听我讲哈。以后张笔记给你们，有没有人想要参加？司法院的人员有无？那有请你举手。不管你参加什么单位啦，你即马想讲你要参加司法部的，请你举手。司法院的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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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州甲咱台湾无同款啊！你，迄、那个吼，你甲好，你们两位，你们两位呢？现在呢？到那里去登记，然后呢，要找那个司法院诶召集人潘先生，按、啊、你们所选择的，不来选择，全部要放弃，一边。你参加司法院的人，州里面的任何活动不可以参加，因为司法是要完全独立。遐登记，这边登记。啊，来，我这边再给你讲一问过啊。你是40岁以下的青年军，青年军 group， 请你站起来。40岁以下的青年军 group。请站起来。你们是台北州的，请举手。台北州的，现在台北州的哈，你们现在收拾你的东西到第一教室去找。你是不是已经参加那个带领 group？ 已经参加了。啊、那边，你现在把那些举手的，通通把它加入你的 line， 你会中吗 ？OK， 那个台北州的，来，你现在过去，台北州的，请到前面来，把你的手机带过来。台北州的，把你的手机带过来，在这里。台北州只有台北州，你现在你们互相。把它加入，互相加入，加入以后就可以回去。要用本名。台北州的，听好听好，卖光伟卖光伟，过来。你是新竹州的，请举手。来过来，新竹州的在这里。新竹州的过来，哎，不要讲话了，不要讲话了，你们超过40岁的不要讲话了，来来来，由你带头帮他们全部加入，啊，过来新竹州的，你把它加入以后哈，你再跟新竹州现在原有的再把它整个把它加到里面去 ，OK， 新竹州的在这里，你的手机呢？啊。你们通通加入他的啦，来来，新竹州超过40岁的不可以啊，差一天也不可以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怎么又跑掉了？用跑的，来，听好听好，台中州的请举手，过来。没啦，不是你啦，40岁以下的啦，40岁以下，你们好了没有？你们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快点！啊、哦，好，网络很弱啊，到咖啡厅去，现在去咖啡厅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台中的，台中州的过来，你们哪一个人认为哪一个用的最好？哪一个人自认用的最好？用到上好的，你用男生比较好吗？你一样啊，你可以吗 ？Line 用的很好吗？好，你把他们加入到你的，你是台中的，你们五个去咖啡厅加入你的好了。
好，过去，赶快去，啊，弄完赶快回来，你们跟他一起去。台南州，台南州四十岁以下的过来。台南州的赶快过来，台南州的过来，台南州的赶快过来，台南州的过来，你们认为哪一个最会用？哦，你团长啊，哦，你就是团长，带到那个咖啡厅送。从这里，对，你台南呐、啊，好，跟他一起。你的手机呢？啊，你马你马你喊，啊，你没手机。高雄州最后是高雄州的过来，高雄州的过来。高雄州的，你们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到时候再加入。现在弄一个团长一个头，你们认为谁要当头？这是高雄州的，宜兰州的有没有？宜兰州四十岁以下的过来，宜兰州四十岁以下的请过来。宜兰州四十岁以下的请过来。只有你们两位，你们两位哈。那你先把它加入，然后你去宜兰州里面，州里面还有很多的青年军，你再去加入他们。你有啊？你有加入？你都无贵我管你咩？你有加？啊，你贵我，你今日来冲啥？哦，啊，你现在才加入是吧？啊，你把它加入好了。OK。哎、欸，不要讲话，除非。不要讲话啦！即马讲话的人会加误会。过来，黑熊的请站起来。黑熊的请站起来。哦，即马拢无黑熊哦。哦，是咩啦 ？OK， 好。黑熊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因为黑熊现在已经。完成特训的总共是只有138人，我们还有162人的缺额，我们在九月份会再一次的征召黑熊的部队。休带领我们家青年军创后、欸、你们青年军动作要快，我都在跟你们学而已，你们卡手下班，
来，咱的各位同仁，你看我这，你看现在科学多进步，我们组织政府直接来让它组织起来，直接来加起来，组织好以后，开始特训的训练的时阵，用 LINE 给你训练。每一周，每一个礼拜三，我们会公布这个礼拜要讨论什么，我们会给团长下指令。团长的任务，当你接到指令，马上要回，回什么？收到。表示讲你已经接到指令，很简单。啊，有的吼，干那想要做大，但是拢不要回答。啊，不要回答是要创啥？我们所要的是一个团队。尤其咱来拢总也要拉的时阵，卖讲民进党啦，国民党都惊你了，全世界都会怕你。以全世界，那我讲一个团体，每一个成员拢也要 line 在里面活动，啊，要讲啥，指标坚固，大家拢知影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呢。我们真的感谢吼，这个科技的发达，哎，感谢各位啊，你肯来做民进会成员，同时很重要，你肯学习来，给你鼓励家己的。虽然。稍等，你还有一个最后的考试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相信大家都会通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今天面皮资料有好不？啊，你们上课都没有打瞌睡，对不对？对。上课都有做笔记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加三十分，恭喜各位。啊，即马过来一个重要嘅代志，你有接到台湾民政会机啊无？有收到嘅举手，啊，唔系，无收到嘅举手较好啦，无收到嘅举手，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没有报到？安尼再去拿。哎，你说你有报到，跟他讲你的名字，你说你没有收到民政会旗子，阿丽亚你有报到不？你有报到吗？对啊，现在去拿，你有报到吗？啊，有报到没有拿到旗子？现在去哪兔还有什么人没拿到、当然不可以换，你可以送给我也可以，送给别人也可以，你如果三支太多嘛、你家里几个旗杆、这样刚好，你不爱送我知道请、你总会派吗？你敢不派吗？就好了。来，要没有拿到旗子的请举手。你没拿到旗啊？没拿到旗杆，我没啦。有没有没有拿到旗子的？我问一摆，有没有没有拿到旗子的？拢有对不对？啊，你回去会甲挂出来，举手。你若无挂的吼，拢起来嫌我。会害钱呢？我问一摆，你回去会把它挂起来的，举手。我的在哪里呢？有旗杆的举手，在家里有旗杆的举手。你若无影，巴肚疼，我先跟你讲。你若无旗杆的，我跟你拜托，无偌济钱，$400去买啦，好唔？我再讲一摆，你袂当讲美国的国旗，你用迄足好的旗杆甲挂。啊，咱台湾民政的旗啊，用德国。我再跟你讲，我跟你拜托。一刷钱而已，小开一下。不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我也没办法生，我也要去买的。你们，我觉得你们都觉得我很好的那种型。我是真的，我没跟你骗，真的是，那个月去跟家里在应付。每一个月你的那讲义、那书，那钱拢一堆来，你敢知影？我有爱馒头钱呢。我就不可以跟你讲，我每一个月，我们的家族公司会给我一些钱，大概都用不够。我敢那，你希望我较紧的接到捐款哦，脱离苦海。我无跟你骗，真的啦。啊，咱呢，
有稍微一点点的力量替台湾民政府出，你都不肯。啊，如果跟你讲吼，单位在拜拜，单位要跟你保庇哦，好，那钱拢乌白赚，拢赚平济，不好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跟咱各位讲，你拢爱台湾，但是拜托卖沦为口号，不要跟江泽民、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迄个爱台湾，那个都不对。你是真真正正想替台湾人服务，想替台湾的百姓设想，所以你来这参加的。所以各位，我希望讲咱这里党的人吼，要将心比心，同时把你真正的诚意拿出来。即马开始，我要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去看册，你后要考试。啊，开始考以后，你若写完，你就可以回家。这个二十分钟里面，你没有旗杆的，我来拜托迄个苏小姐啊、苏妹啊，到后壁拜托你买。你卖讲哦，无旗杆硬撑啊，等于吼啊，轻轻菜都要甲挂起来，不要这样。帮忙台湾民政府，帮忙你自己。当美军被宣布进来的时候，同时两支旗子都这样挂起来，安好冇？来，多谢各位，今晚开戏，二十分钟看书。